你终于来了，今天这颗送奇哥请你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试一试？当然要啊，我就不信这么神奇。谢谢奇哥，我先走了。听说学校有些人在吸毒，你该不会……老师整天都在说反毒反毒的，你放心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你回家也小心一点，拜拜。你还不回家吗？我还要收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就走了。你确定是收东西吗？啊？哦，没事，明天见。大哥，今天看见那小子把药吃掉，我想再过不久他就会再来跟我买。等他上瘾之后，再卖贵一点，再贵他都会买。是的，大哥，那我先走。老师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讲。老师，我发现卖毒，你在哪里看到的？正常来讲，江普君放学之后就会立刻离开学校，但是他却留得很晚。后来我先回家，但我先去办公室一趟。出来的时候发现黄建吉在教室外面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我觉得他很可疑，我就跟着他。这真的很可疑，你还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没有，但我确定里面一定还有其他人，但不知道是谁。嗯，你提供的线索非常的好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正在调查这件事情。出版所跟中职，走，我们找梁哥。报告。老师，快，他们都聚在一起了，你快下去。老师，就是这间。啊！我跟上一下手，手不要动吧。再见了，江同学。江博勋，站住！你送他的书包。啊？怎么有这些东西？不是我的、啊，一定有人栽赃给我。给我进去，好好反省吧。都你们放我出去啊！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被栽赃的啦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待会你们故意引诱他，让他来找我。是是。唉，不应该做什么侦探。老大好，高警官，请坐。这样你还有罪吗？没罪，没罪，有罪，请走，请走，请走。没罪了吗？没罪了，你走。谢谢高警官。客气，慢走。把毒品塞给江博勋。